生锅鸡蛋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把蛋黄捏的掰掰掰，就能掰出邻居会堂的无壳蛋，能掰出邻居会堂的无壳蛋。这个锅鸡蛋盒看起来好紧啊，但是也太难了吧？包生鸡蛋也能剥壳吗？不太可能吧？咱们今天就来挑战包生鸡蛋盒吧！你们可以自己任意选择工具，剥成功的人可以获得10000元现金奖励。赶紧开始吧！剥成功就能获得10000块钱。别说了，工具我都准备好了。生鸡蛋来喽！哎，这已经破了一个了。今天我要用两种工具结合来破。我也准备了两种不同的工具哦。这两个工具可是我精雕细选，专门用来抠生鸡蛋。今年的10000块钱，我可是势在必得啊！条件到了，咱们赶紧开抠吧。在这盒鸡蛋里，我挑了一个最小的蛋，面积小更好抠。咱先用这种两面都是小圆头的工具，给它敲个小裂缝。咱就从尖头这里开始敲吧，要敲的非常非常轻。怎么，我这里都已经敲成了点小坑了。现在我要开始剥蛋壳喽！妈呀，这可比想象中的难剥多了，稍微一个不注意就会把这层薄膜给弄破了。我要挑一个最大的鸡蛋来剥，贵贵从两头开始，那我就从中间开始好了。先来刮一刮，再用力戳进去，戳！哎呀，刚才抖破了一点，这下可以开始来坑了。这怎么好像热一点啊？应该没事吧？不听，用圆头来试试看，好像还挺简单的嘛。轻松几下，我就抠出这么大一块了。咱们小心一点，继续来抠。小伙伴们，我已经把抠鸡蛋的套路摸清楚了。其实啊，非常简单，咱先来给它开个口，直接往桌子上敲一下就行。这不就裂了一条小缝了吗？咱们轻轻给它拨出来。这怎么拨不动呀？是不是我这个缝太小了呀？咱们再给它磕大一点，这回应该没事了吧？我好像不小心插进去了，小哥来看一看。不是吧？他已经被我挑破了。啊，我的已经被我扯破了。你也太菜了吧！用你这技术，还不如去煎鸡蛋呢。算了，那我还是去煎鸡蛋呗。现在就只剩我俩来竞争了，我肯定比你扣得快。那可不一定。没想到这抠鸡蛋的过程啊，这么解压呢！一块一块剥落下来，也太爽了吧！我的鸡蛋已经抠了不小一块了。不过这个尖头的镊子有点难用啊，我已经戳出来一个小坑了。算了，还是换一个更硬的头吧。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鸡蛋最薄的地方了，每抠一下都得小心啊。咱们再来用这个小锤子给它松松筋骨，只有把这皮肤给松开了，才好继续抠。感觉好像在给鸡蛋做手术呀，这也太惊险了吧！我现在抠出的面积都比你大多了，可是我抠的壳比你抠的干净哦，谁能赢到最后还说不定呢。我肯定要比你先拿到那10000块钱，那就赶紧抠吧。哇，这一块好大，我会给它撕下来。我又成功了，这也太难抠了吧！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破了，你小心一点啊。小伙伴们，我突然发现用自己的指甲抠也挺好抠的，你看，轻轻松松就把这个轻轻松松就把这蛋壳都破了一个小孔。我的话都还没讲完呢，赶紧给它擦一擦，这个地方得小心点抠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哇，抠下来了。像这种特别不好抠的地方，咱们就得用镊子来一点一点给它处理掉了。我的鸡蛋吹弹可破，都能看见里面都黄了。哼，这蛋和面啊都被我抠出来了，摸起来软乎乎的。我的鸡蛋这头都被我抠出来了，我都不敢碰它呢，这块一碰就破了。估计用不了半个小时啊，我就能把它们全抠出来了。我只要用10分钟。现在我的鸡蛋已经被我剥得差不多了，大部分壳都已经脱落了呢，就剩下面的没有抠了。继续，小心一点。哎呀，我都戳破了。趁它还是完整的时候，咱们继续抠。啊！终于还是破了，我离10000块钱就差一点了。你也要去吃煎蛋了，现在没有人和我竞争了，那你也不一定能成功。小样，看我的！这其他地方都抠的差不多了，就这一块感觉特别难抠。不行，今天我一定得给它抠出来。抠！哇，居然真被我抠下来了！咱们继续往侧面抠。啊！我撕开了。完了，BBQ 了，蛋黄都都流出来了，你还好意思嘲笑我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说这生鸡蛋蛋壳到底能不能给全抠下来啊？有没有抠蛋成功的小伙伴呀？在评论区秀一下你们的成功啊！我的天哪，你
见过这种藏着宝贝的冰淇淋牙膏吗？竟然有人把它剪开，还在里面发现了限量版机械水晶小熊，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太神奇了。KFC 牙膏里竟然有机械水晶小熊，看起来好酷炫！我也好想要一只啊！那还等什么呀？去超市买啊！这种牙膏在超市肯定买不到，我去小卖部买。宝子们，牙膏给你们买回来了！哎，他们买的怎么不一样呀？你买的就是视频短版 KFC 啊？那我的也是 KFC 啊，就这一只，花了我28块钱呢。这么贵？我这五只牙膏可是在小卖部买的，老板给我打了个折，一只只要9块钱。这么便宜，那肯定抽不到小熊。你还抽不到，怎么知道呢？那就先来一只草莓味的吧。喜欢草莓冰淇淋味儿的牙膏的小伙伴们，原地扣一波一，让我看见你们。哇，这冰淇淋看起来好好吃啊！先来捏一捏。哎，这里好像真的有个硬硬的东西，咱们赶紧来看一看，是不是机械小熊？说干咱就干，剪，把牙膏挤出来。哇，真的好像冰淇淋哎，还有香香甜甜的味道呢。来拔了一个，这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完了，一只铺盖了呀！我就说你个黑的呀，我肯定没有吧？接着呢，我还有四只呢。还是来看我的吧。半柠半橘，哦，原来一半是柠檬味，一半是橘子味啊！一只28块钱，要是捡不出来小熊，那我可血亏了。钱，这看得我就有点心慌了，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哎，说不定在里面，咱们挤出来看看。挤？不是吧？怎么这管里什么都没有啊？说不定在牙膏里，我戳戳看。哎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这28块钱的跟我这9块钱的有啥区别？那我啥都没抽出来吗？接下来再来抽个雷神口味的好呢。哎，来抽海洋味的吧。这里盒海洋口味的，怎么沉甸甸的呀？太难了，这里没有小熊。捡，让我来瞅一瞅，也啥都瞅不出来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儿真的有硬硬的东西啊！给它挤出来看看。挤，哇，真有东西！拔了拔了，不是吧？真的是机械小熊啊！小伙伴们在这等一下，我去给它洗干净。洗干净了，是个超漂亮的小熊挂坠。这个机械小熊的耳朵上面有齿轮呢，它的脑袋里面一条一条的是什么呀？话说带这个出去肯定很拉风吧，实在是太好看了。看，这里是什么？我去，这被你出来了，限量版机械小熊，还是视频同款呢。看来小卖部老板真的没骗我。姐，我可不可以买你一盒呀？99？你怎么不去抢呢？那我还不如去小卖部买呢。不好意思，小卖部所有的牙膏都被我买过呀。哎，那好吧，99就99啊。那我就要这只芒果冰淇淋的了。不知道这芒果味的冰淇淋牙膏能不能抽到小熊呢？咱们先给它偷出来。看着小肚子鼓鼓的，应该有货。姐，我来瞅一瞅。这里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咱们赶紧把它挤出来。让我来找一下。哎，在这，看着有点模糊嘛，咱们先把它清洗一下。洗干净了。没想到我的戒指竟然是绿色的呀，晶莹剔透的，好好看呀。难道它是蒙古小熊吗？看来这9.9块的牙膏是真的值。哎，不用忘了，你得给我99。现在我还剩2只牙膏，再来抽个什么口味呢？那就来个柚子冰淇淋的吧。虽然我平时不是很喜欢吃柚子，但是柚子的香味嘛，还是很好闻的。嘿，哎，这一只怎么瘪瘪的呀？该不会里面啥都没吧？看来捡捡看吧，先来瞅一眼。哎喂，提出来，这会是个什么颜色的小熊呢？给它擦一擦，好像是粉色的。别着急，我去给它洗个澡。洗白来啦！这个粉色的小熊看起来好温柔呀，和蓝色的小熊应该是 CP 吧？它们的脑袋里面好像是一根一根的铜线呀，真的是太精致了。来把它们送给只有点赞的小可爱。最后还有一盒视频同款巧克力味的牙膏，姐，那能不能给我呀？那不行，这个话我得送给我的小粉丝了。我的天哪！你该不会还没吃过这种无籽草莓吧？据说只要用镊子把草莓上的籽全部拔掉，味道就会比普通草莓要好吃10000倍，太神奇了。草莓去了籽以后吃起来会更好吃，瞬间感觉手里的草莓不香啊。但是这一个草莓上至少也得有500个籽吧，这要是一个一个夹，那得夹到什么时候呀？不如今天你们俩就来个草莓去籽挑战吧，谁去的籽最多谁就能获得10000元现金奖励，限时1小时，赶紧开始吧。10000元现金奖励，可是这个籽儿也太小了吧，那不得把我的眼睛取下来呀？不是，这怎么知道这10000块钱就不是我的呢？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就是说今天啊，必须拿个冠军。咱先从这堆草莓里啊挑个籽儿最多的。这个籽儿啊长得密密麻麻的，看得我密集恐惧症都快犯了。那就选你了。为了它，我准备了4种去籽儿工具。接下来啊，我就要来测评一下哪种更好用。首先呢，就是这种两头的小挖勺，一头小啊，一头大。咱先来试试大头的这边，那就先从这面开始抠吧。抠。籽儿怎么这么难抠啊？它好像是牢牢地长在上面的。我
再来试试小头这边，我抠也抠不下来，虽然能移动它，但是很难把它给取下来。看来这个工具啊是有点鸡肋了，我们来换二号工具，这里是个弯头夹，来夹一夹试试看。这夹头也太宽了吧，这个嘴儿太小了，感觉不好夹起来呀、这个尖头太钝了，咱们再换一个试试。这个镊子的头总算是够细了吧，用它来夹准没问题。瞅准了咱们就下手夹。这夹子有点太小了，夹不起来呀，看来它的力量还是不够呀，只能上我的四号夹了。这个夹子尖头比较尖，而且还不是很细，力量应该是够的。废话不多说，来试一试就知道了。我夹、一夹一个准啊，这夹起来也太轻松了吧，把这镊子反过来夹更好用。这夹草莓籽的过程太解压了，简直就像是夹黑头一样。哎，懂了懂了，我可不像我姐整那么多工具，我这一包猪牙签就够了，然后拿牙签给它搅出来，贼简单。怎么搅不动啊？不是吧，这个草莓都被我戳烂了，这个籽还没出来，看来这个牙签不行啊。算了，还是从我姐再顺一个工具吧，看我把它都夹出来。这个夹草莓籽也太爽了，好像挤黑头的感觉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猜一猜这一颗草莓究竟有多少个籽儿啊？一个小时到底能不能夹完一个草莓啊？哇，这个连根拔起的过程太爽了。正在吃草莓家里有镊子的小伙伴们可以去试一试哦。哎呀，我的手都夹酸了，这一面还没夹完啊，底下的籽儿也太多了吧，还有很多是超小的，这种小籽儿啊是最难夹的，咱们一鼓作气给它全部夹出来。连夹三个，这藏在缝隙里的咱们也不放过，全都给它夹出来。夹断我半个手啊，这一面的草莓籽儿总算是给我全部夹下来了，不过这没有籽的草莓怎么看起来有点奇奇怪怪的呀，感觉衰老了好几岁。小伙伴们给贵贵我点点赞赞，咱们把剩下的草莓籽儿全给它夹出来。小半颗草莓，一共夹了这么多籽，差不多有100来颗吧。我可是夹了有大半个草莓哦，这些是我夹的籽儿。你以为就这些？咱还有一张纸呢，这儿还有一张纸，这是第四张纸。这些籽加起来，大概算一下，得有400多颗了。今天的奖励是我的啦！我现在要去小卖部买好吃的喽。虽然我今天没拿到奖励，但是听说这没籽的草莓特别好吃，我来尝一口。我有救！